们一而再而三的学习它，是因为它传给了我们房子，传给了我们车子，有吗？没有。而读经主要的效果呢，是构成一个人一辈子的智慧理想。这样拉着妈妈的手的哇，然后妈妈请先做这样的哇，手势。哎，不能调皮，外面我们两个人还没行礼呢。也有段子被拆掉为万百年，一个也正常，一三一称的是严谨。我小的时候没有传统文化很多的教育，就是我们已经有好几代人都已经找不到我们的文化了，那我们的下一代再不学就更丢掉了。感恩史成义同学和我一起学习传统文化，谢谢史成义。感恩感恩。不是你的出发点去读完以后到底想干嘛？他拿多少工资这是后发的，他主要是由内而外的这种散发出来的正的这种气息。如果我的爱人不赞成的话，就是有没有好的一个经验可以就是借鉴一下。奶奶也上不得你到楼顶去上坐，知道吧？你去，因为你从小没有离开过奶奶玩。贝尔走进一人来，如果父子之言尽于天道。离婚，你认为离婚对那个啥有好处？我觉得并不认为，毕竟从一个家已经拆散了。不说谢谢小伟东，万山日满小伟起。我就是在无数次的被窝里掉眼泪，舍不得这个孩子。我告诉自己，其实自己所在乎的东西是自己给自己的枷锁。